下面我们看五力三章法疏里头记录下来，直观复心。问曰：明同于根，何须根力？五根五力的名称完全相同，前面叫性根，这叫性力。何必要再立？得有解答。善根虽生，恶有未破。善根是生的，恶没有破，更需休息，令根增长。根成恶就破了，所以叫做立。这个性有立，它就能破无。无是什么呢？不现的。第一个心理，为信正道及诸道法，则能遮住烦恼，不为偏小注意所动。重要就这一句，不会被偏小注意。小是小乘，偏是外道，不会被他们所动摇。如果信心不足，很容易受外面环境影响。那是信没有力。正道思念处，助道无听心观，跟性根里头所说的完全相同，但是境界不一样。前面是初学，这一边是功夫的力。功夫不得力是属于性根，功夫得力了，从根提升到力。根成就了，我破了。这四个字很重要啊！所有一切修行不能成功的，根没成，我还在找。我里头最重要的念头，什么念头呢？贪嗔痴慢疑，只要贪嗔痴慢疑在，就是根不得了。你顶多是在五根，你没有到五力。那怎么办？在根上加强。我们的根有很弱，很容易被别人影响，很容易被别人障碍，让我们失去信心，让我改信别的。今天科学技术这样好那样好，这是对身体健康。我们相信那个，不相信佛法。
不相信自己，心跟心离不容易啊！啊，真正相信，心定了，外面什么环境都不能够干扰我，都不能够动摇我。啊，我的信心可以转变境界。我们还是被境界所转，不但没有力，连根都保不住。怎么能成就？